大家晚上好，我是李斐的胜利。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就是来看我，谢谢，谢谢。那尖叫声回应一下啊！掌声！你的中文讲得比我还好。啊，我也觉得是。我想说，因为很多的台北的粉丝们在这里，所以我想说，我马上开我自己 solo 演唱会在台北，我想拍跟一起，那我们过来拍好不好？耶！我最喜欢的中文吗？最喜欢的中文是胜利抱抱。准备要开演唱会的心情怎么样？可以小小的透露一下吗？不好意思，他是我的艺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是我的经纪人，不好意思，很多冰淇淋啊，怎么那么多冰淇淋？因为现在我并非一个人，我一个人在所以我好像给粉丝们看很好看的演唱会，所以我非常努力了，希望台北的粉丝们大家过来我的 solo 的演唱会，然后我们一起开心的话，我很开心了。对，谢谢胜利。我不能说什么时候开，但是马上开。听不到，马上开，在台北我的 solo concert。台北晚安大家好，我是达拉，너무반갑습니다，정말台北에4년만에와서너무너무보고싶었고요이시간이빨리왔으면했어요또항상다들원하시는거겠지만언제일지몰라도또좋은곡을위해서프로듀서분들과많이만나고있거든요그래서빨리좋은결과를보여드리고싶은마음이에요제가사실2012년처음대만에왔을때부터정말콘서트장에서그어마어마했던함성소리를잊지못하고항상너무그리웠던우리타이페이블랙잭들인데이렇게만나서너무반갑고요짧은시간이지만정말행복한시간다들보냈으면좋겠고또만나러꼭빨리왔으면좋겠어요